维新你好，我是金公公。这里是建国大写的一个四楼的电梯楼的四楼朝南，再一个看一下，没有床位，两个衣柜、书桌、空调，朝南的，朝东的，朝东的房子挺好的，这朝东。然后房子是很干净，电梯楼，鞋柜那么大的鞋柜，鞋柜看到了吗？冰箱，新房的啊，这情况，阳光普照，家这里有一个什么呀？电磁炉灶，家还要看一下，水压，哦，水压超级好。当然有密码锁，密码锁看到了吗？密码锁，加卫生间里面一个马桶、洗脸台，卫生间有小仓库，小仓库上也有一个洗衣机在用，小仓库里面洗衣机也通风好，这样的分开。房子再看吧，哦，好，这样看一下，我是金公公。